我的造人机就是个人相机的一个哈、哦、一个优势，然后市府也在5月17日已经办理了这个相对的一个说明会。关心民心安心的一个社会住宅上林好事，它的位置是在金融路的8巷20栋，就是在我们龙潭大学对面。那邻近的学区有龙潭国小、龙潭国中以及龙潭高中，可以提供140户的一个社会住宅，有预计能够在116户来做一个完工。绿山林动员的情况，就是刚刚提到的是陆总部前面的一个军方所啊提供出来的一个人本友善生态城市的一个居民共有的一个公园，那预计也是在年底才能够做一个完工，这是一个龙潭乡亲相当期待的一个景观公园。生态城市的一个造林计划，这感谢阳光处的一个联合，让渴望的园区的新育才企业能够发挥这个相对的一个对环境永续贡献的一个责任，以实际执行的一个行动，在我们行政园区来做一个执行的行动，爱护地球的一个作为。龙潭是一个退休然后慢活老年化的一个城镇，相对的也因为有80是在这边，所以它对一个退休的一个环境来讲是相当的